耶和华你讲，恁着守公平行公义，因为我的救恩已经尽，我的公义要显明。人安尼行，世间人安尼持守，守安息日无间犯着，禁止家己的手做歹，这号人福气。耶和华伫伊的圣殿，全体伫伊的面前拢着尽心。 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着用神，用真实来敬拜。咱三个来敬信息，信息第一百六十六首，信息一百六十六首。耶稣圣会上帝设立，耶稣圣会上帝设立，显出恩典慈悲，兄弟姊妹同心组织，坐声好好聆听，请各位民众受。 求你让我有生命来亲近耶稣行。求你让我有生命来亲近耶稣行。我全心全意，求你唔通让我离开你的诫命。求你开我目睭。我的心情因为忧苦来消融。求你让我离开艰难的路。
求你予我的目睭目走无看虚假。你的话要救我，要将我救我。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。我若是无欢喜你的路话，我听少你的路话，到安怎样嘛？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听开就发出光。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。
愿你的手抓起迄个圣洁，吼圣神家己，你要当选的这候选人的身上，互恁正做你君尊的祭司，带领这百姓脱离迄个歹的，生活伫你永远的国度内底，无阁有食安的烦恼，无阁有传染病的惊吓，也无丧乡的困扰。伫这个教会刚刚从冰心选举的季节内底，阮要感谢你的祝福。你予阮顺利，感谢出阮所喜爱的牧师，嘛选出新任的长老、执事、甲团体会长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予阮把所有的欠缺当中一遍甲补足。而这个稳定是好顶的大恩，感谢你。阮感谢你对永福教会的疼爱，我嘛感谢你借着新福音人工的交替变化的时阵，予阮会当静下，静下阮的心来思考。什么是永福教会核心的价值甲目标？为什么阮来举行教会选举？迄是因为有几下个职位拢空咧，所以阮来补足这个欠缺。但是如果阮的目标若是干来补足这个欠缺，为什么补足这个欠缺真重要？因为这个教会需要维持落去。若是安尼，为什么这个教会需要维持落去真重要？因为这个教会袂使衰退。若是安尼，为什么这个教会袂使衰退真重要？迄是因为永福教会是咱的教会。若是安尼，为什么永福教会是咱的教会真重要？因为迄是因为咱会当伫遮得到满满的疼。若是安尼，为什么咱会当伫遮得到满满的疼真重要？迄是因为咱互相关心、三疼、关心三疼。若是安尼，为着互相关心三疼，可能。敢有补足遐欠缺？这个教会是毋是有维持着，无衰退？这个教会是毋是咱的教会？我伫这个教会是毋是有得到偌济听？这样就变作无遐重要，因为咱将来要爱互相相听，因为互相相听才是咱的核心的价值甲目标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予阮伫这个新来的牧师、新任的牧师要来这个时间，予阮有机会来思考。我要爱心的牧师替我做啥物？伫这个教会核心的志向是啥物？我要立落去，是兴旺教会吗？阮上渴望的境界是啥物？阮上渴望的理想的境界，敢是干来加添受洗的人数？敢是干来扩大阮教会规模？敢是啥物是伫五十年后犹原未改变的目标？五十年后，每遍的受洗人数有可能一百五十个，有可能聚会的人数突破五百个，但这目标有可能变作拢无路用，因为聚会心态有可能改变，因为所无意外的羊有可能无得到好好的饲养，所以咱的教会核心的志向是啥物？咱的教会所要兴旺的是啥物？阮上渴望的理想的境界是啥物？阮渴望的是你所想事的灵性的资源的充足，阮你所想事的灵性的性命会当丰盛，因为伫五十年后，这个境界又还是我阮所渴求的，这个质量是永远袂改变。求主你赐予阮新任的牧师，甲阮全体会友兄弟同心合力，来按照这个核心的质量来打拼，要来成就你永远赐福的教会，永福教会。主啊，我感谢你。感谢你今日带领着同款，承受着你永远祝福的教会，台南永福教会的兄弟在台南站起，做伙伫遐里敬拜。因济济兄弟目睭看袂着这个世界的迷乱，心内所金丝是看着你的光。这款的祝福是目睭金睛、心内无明的我所会当对伊遐见证出来的，对你遐来的。同情的听，阮伫这个，阮伫这要大感谢你找见着阮所见证的王秀龙团队来到阮当中，来传讲着对你遐来的信息，好的事业，让阮了解阮所做的一切到底是为着生活来打拼，还是为着生命去打拼？阮伊所做的到底是工作，还是事业？由着你的信心充满阮团队的嘴，让阮伫每一条生命。拢会当拍拼伫你所想做诶好诶事业内底，是啊，阮渴望你诶稳定、慈悲、三做看伫即个土地甲即个百姓，阮渴望平安临到全永福教会兄弟姊妹全体，
求你听阮的祈祷，愿阮安尼祈祷甲恳求，拢是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好，有利的人的，我咱来体会才好。今日先决定要讨论的是，